算术机器人车撞到了，停了下来。啊！突然间，天空中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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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出现好几台，哇！完蛋了，这个困难越来越多。刚刚只有一个。好，几艘太空船？九艘。你已经讲出来了，所以就是，其实这边是几？五。这边是几？四。我想是几？六。那你猜他们是谁？这些？那你觉得这些人是什么？告诉你正确答案哦。太空船全部降落了，跑出来的是算术星人的小孩，算术星小人。对，来，来帮他数了几个，一二三四五，然后嘞，六七八九十，哇，他有十个小孩，哇，而且上面都要写数字，拿上面都写数字了，看那个八，那个是十。等一下，我再让你看，你可以来前面看清楚。下课你快看看，一二，然后这是三，好，算术星人小矮人都跑出来了啊！他偷了铲，他拿这个小朋友铲子，你觉得他要做什么？你觉得这个爸爸拿一个铲子，你就要做什么？给他们，可是这三个够不够十个？不够，也不够。好，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，他说啊，算术星人的太太也下来了，太太是谁啊？算术星人的太太，啊，太太是谁？老婆。下来说，哎呦，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家小孩想要地球人的铲子，所以我老公就去抢铲子。他说，我就把小朋友的铲子抢走了，所以我们的小孩很想要了啊。啊，这样抢对吗？我看到那个，我想要，我就把它拿走，对吗？对。所以这时候加法超人就说，来，没有问题，我用我的加法广播，咻咻咻咻咻咻咻，哇！每一个人手上都有铲子，他们有五把，他们有五把，总共几把？十把。太开心了，好，终于要回家，说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们了，谢谢，我们会再来玩的哦。这个礼物给你们，因为我们抢了你们的铲子，他丢了一个白色的小礼物，看到了吗？有什么的？来，你想知道是什么吗？下炮杀物品。好的。三个布丁，他抢了三个小孩的铲子，都给他三个布丁，啊，全部吃光了。请问，算式是什么？三加三，又吃了多少？3+3=0。故事结束，算术星人带着他的小孩们都离开了，很开心。为什么刚才不用飞的就好？有道理耶，你说不开船哦，太紧张了。还好吗？我们回到家喽。干嘛那么麻烦？还你说还开车？学会了什么？来，我要请人上来。你记得我们这两个单元，我们都要练习算式，还有什么？画圈。好，等一下这里呢，我们就不画圈了。OK， 等上来。啊，全班，我们先来找我们的关键字。这个字你每一次都一定要找的。来，关键字全班，我找一个人来告诉我们关键字是什么。OK， 张佩玲，关键字。好，喝了两瓶。再来呢？喝了三瓶。好，皮皮喝两瓶，美美喝三瓶。好，接下来呢？一共喝了几瓶？很好，一分，一共喝几瓶？好，谁上来写我们的算式？张佩仪，来。啊，写大一点哈，因为这个很大，给大家看。哦，真的很大，看得清楚吧？非常好，太清楚，一清二楚。我看的。然后我们算是写完，还有什么东西要写？还有框框，对。答对了吗？对。一分。